每处皆呼唤我。爱已经牵我的手，我们何处守曾经？有看到大家一点点的掌声，好，谢谢。来，那么呢，今天也非常开心，我是怡文，来自马来西亚哈。首先要向我们三位阿伯请安哈，今天非常的开心，非常荣幸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地方，我们霹雳坛这里哈，那么参与我们这个立新的歌台之夜哈，非常的荣幸。好，那么呢，希望呢今天安排的歌曲大家会喜欢，也谢谢刚才朋友送上的红包。好，来继续的安排下一首歌，来这首呢比较新的一首网络的歌曲哈，抖音的一首火红的歌曲，来这首《当我娶过她》，来送给大家，感谢我们的立新乐队老师。来一首比较流行的歌曲，因为刚才有听到朋友点流行歌曲哈，来送给大家，希望你会喜欢。Oh,
给我们